八天，侯奈的尾亭，由芙蓉、金、元三子分红道。基隆港怎么样？40公里啊！全部都是大鱼啊！到了三明治是基隆非常有名的名产，它是从基隆庙口那边传出来的。大五轮。合一场，老梅风筝公园，最北端的富贵角灯塔，夜宿淡水，总行程约114公里。风雨中再次体验当兵时的滋味。以前都是晚上在这里巡逻，如果是寒流的话，可能会冷到两只脚都走不动，所以既美丽又痛苦的回忆，今天又来到这里。此路段的隧道非常危险，单车客要特别小心。结果还是一直踩，还是很慢。要眼耳手脚都必用，一定要看，都要听。手要抓好，脚要踩，所以不容易啊！哎，这一点不容易啊，包括其他的轻轻松松。民众的信仰中心也成了我们的寄托，请神灵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回到家。下个月要结婚的阿德，希望可以每年都带你一起去环岛。脚踏车吗？可以用摩托车、汽车或火车，因为旅行是人生的养分。我决定。阿Ben 佩伯云端报道。